今天阿伯来更换手排下面那根排挡连杆，然后这台车已经买了6年了，前车主不知道改了多久，所以其实换挡的时候有点松散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原厂日规，日本原厂做给左驾的黑色杆针的连杆。然后它跟黄金连杆，大家知道黄金连杆的差别，大概是杆针的颜色，因为它也是用钢材，它不是一般副厂的黑铁。然后手排最容易磨损就是这个地方，十字接头里面的橡皮，这里没有办法做更换，因为它是做封死的。这是阿伯原本的黄金连杆，卸除跟安装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快。因为也没办法单纯只换新的十字接头，所以只能整只换。那与黄金连杆的差别，据日本官方表示是角度上有些显著的差距，其实你看我也看不太出来。更换过后，那其实画面上很难表现得出来，就是开起来都感觉差的很多。